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是台长是吗？是啊，嗯，是啊，你好，嗯，我真的很高兴能够打通这个电话，哎，请你帮我看一下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，阿弥陀佛。你属什么呢？几几年的？我属牛。几几年的牛？61年的牛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头牛啊，走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，你的境遇非常不好，你的几乎你的人生都是在坎坷当中度过的。是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啊，哎，你这头牛啊，走的那条路啊，现在这条路啊，完全是坑坑洼洼的，你现在面临的又是一个坑坑洼洼的东西啊。哦。所以你必须要好好的动脑筋啊，要想办法改一改了。怎么改？怎么改？你如果相信台长的心灵法门，你就照着台长心灵法门做呀。要念经啊，要许愿，要放生啊。好好。你要听话的。你这个人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你就是窝窝囊囊了。而且你要知道，你的感情运很差，你明白吗？是。而且你对人家再好，人家不会对你很好的。对。听得懂吗？你还债的嘛，你是还债的命啊。是哦，所以你必须自己努力了。现在能够知道台长这个心灵法门，知道这观世音菩萨这个心灵法门了，你现在心里自己要感到充满阳光啊，能够救你的。嗯，明白了吗？那么，嗯，如果我按照这样子走的话，什么时候能够转运？你听我一句话，不叫转运不转运，有求菩萨的人转运转得慢。不求无所求就等于有求，有求等于无所求，所以你当你去求菩萨的时候，为了某一个目的去求，我告诉你求不灵的。你只有自己好好的实实在在的念经修心，然后你再会求，有求必应。你等于现在什么积蓄都没有的，又没有功德，又没有做什么善事，而且自己呢又本身上辈子要让你花掉很多的业障啊、灵性啊这种，所以你现在根本不够来弥补你这些的啊储存的量的那些东西，所以你就必须先积功德，所以叫积功累德，听得懂吗？是，你现在至少要照着台长这个小房子要好好先念，消除你的业障，而且你自己身上还有打胎的孩子，你听得懂吗？嗯，没有打胎，是流产的。哎，台长看到的，流产不跟掉孩子不一样啊？有什么概念不一样啊？孩子就死掉了，从你这里死掉的呀。那我已经为他而超度了，都十几年了，没有超度出去吗？你叫我回答这问题，我不想讲，因为用其他法门做的事情，人家有人家的法门，我不会说人家好坏的。是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看到的没有走，还有。嗯。我也不知道是你超过去，人家帮你超度的已经走了，还是你现在只不过走掉几个，还有好几个。啊。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不要执着啊，你不懂的，很多事情不懂的。我也不讲了那些事情。哦。所以我就告诉你，我渡人的话，你是一张白纸，我比较容易渡你。对。因为你学过一点东西，以为自己懂的，那就很难学了，你明白吗？是。我是当时是听人家教我你要这么做的，然后我再去做。所以你就记住了，当时也没办法，你也不认识台长，也不能怪你，对不对？不能怪你。现在你知道台长了，那你就好好的学佛修心念经啊。行。好吗？嗯。那我就是说这样子我会比较好一点，没有那么多坑坑洼洼。是吗？你最好把台长的博客看看，把台长的书看看，你好好的看看那些书，你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了。对，否则的话全世界不会有几百万人跟着我学呢。是不是你一个人，人家好不好你去问问人家看就知道了。有而且台长根本用不着知道你们，你只要照着这样去做，你就会好起来了。我有看了你一点的书。你要好好的去看的，给我的，你要自己要有信心。一个学佛的人连自己信心都没有，你今天相信菩萨的话，你说菩萨你会保佑我吗？你会让我转变吗？你说说看，医生啊，你能把我病治好，人家会帮你好好治啊？就算帮你好好治的话，你没信心积极配合，人家也治不好你的病啊。对不对啊？那你
台长再帮我看一下，因为我前两天查了，就是说膀胱，我长期以来都是肾出血，那么查的是膀胱，就是有一块，就是有一块东西，但是这一块东西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，我不清楚。几几年呢？属什么呢？我属牛的，就是我本身。哎，再讲一遍，我记不住的，因为我打一次图腾上去，我只能看一个问题。对对对对。几几年属牛的？六一年属牛的。对，六一年。不好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想讲。你呀、你像你这种人根本经不起考验的，好。有点扩散了，好。我跟你讲了，你呀，你再不好好的改，你现在认识台长了，你再不好好的学，我告诉你，早点晚点，你自己走自己的路了。我就不知道，你要彻底的改变自己，从现在开始不要忧郁，不要难过，不要伤心，要好好的看到有前途，人生什么都该甩的就能甩掉。有什么生气的，有什么难过的，过去人家对你不好，好了，那你过去也对过人家不好的呀。什么都给我放弃，脾气给我放下。明白了吗？好，你好好的改正自己毛病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躺在床上再来找我，我救不了你的。好，你现在每天，你现在要把这个孩子，你现在先念49张小房子，赶快把他们超度掉。好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然后接下来自己每天要念3遍礼佛大忏悔文。好。心经念17，心经念21遍，大悲咒念17遍，然后还要念那个要念准提神咒。准提神咒会。还要念那个这大吉祥天女神咒。好吧，好，哎，你这个人再弄下去会被人家气出病出来的。哦，你已经生气气出病出来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是膀胱的问题了，你的子宫都出毛病了。听得懂吗？听懂。你整个的泌尿系统还有你的大肠和小肠这个地方，整个里边有一条非常不好，这就是你为什么长期出血的原因。哦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。好好努力吧。好，好了，谢谢台长。好，再见。